各位钻石爱录影的朋友，大家早。我这现在人正在南澳农场哈。昨天有机会到宜兰来，就想说顺便来南澳农场露营一下。我们看看这个环境哈，还有几个区块哈。那这是我的摇摇杯啊。好，那我旁边有一些路友哈，都是车路的哈。OK。那南澳农场是一个，这是我的太阳能的充电灯哈。南澳农场是一个免费的露营区哈，那所以说今天我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哈。那事实上这个露营区呢，在假日听说都是很多的，因为是免费的哈。那它总共分了三个区块啊，第一个区块就是所谓的汽车露营区，这个区块呢就是。有水有电，你看这一桩一桩的哈，有插头，还有水龙头，啊，它不像一般露营区是用整个洗脸槽给你，它就是一个小水龙头哈。然后呢，是一个很广大的草地，它的厕所还有卫浴呢就比较简单了哈。对于刚刚开始录的人，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简陋那种感觉，比较不是五星级的。那毕竟它是公家而且免费的哈，那我们就不要太在意了。当然除了这一区汽车露营区这一区，我们看看好这一区啊，我的车在那边，然后也很多这个来搭营，这边有水有电之外哈，其他的就可能要到哪里，要到厕所哈，好到厕所。那除了南澳农场除了这个区块之外呢，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两个区块可以露营的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一个就是这个区块哈，这样子啊，这叫做我看看，我们这是刚才是在汽车露营区哈。其实它有网络上的地图啊，它也有粉丝专页啊，你可以搜寻一下哈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另外两个区块哈，露营区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旁边只有路指标哈。好的，这边也有它的路标，好，所以说车子可以开进来，就是一个十字路口，好，一进来的右手边就是汽车露营区，那再来呢就是，我们看到一般的露营区，好，那这露营区是可以搭营的，只是说它没有水没有电，要使用的话呢，就要到哪里，到看到前面有个绿色建筑有没有？好，那就是厕所还有盥洗的地方，所以可以搭营在那边的叫做小木板区，哈，这边是果园，哈，好，那我们就沿着走过去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可能有些人也想说，那到底南澳农场长什么样？那我们就把画面呈现给大家看，哈。那这边算是可能可以烤肉的地方，好，那也就是说，这里来是才谁先到谁就搭，哈，先到先搭的。因为都是免费的哈，那你如果说要搭起来舒服一点的话呢，就是搭在树荫底下，可能早上起来就不会这么的热，好，就不会这么热，好，那我们看这边有个路牌，哇，这边很多鸟哈，代表这边有很多的虫哈，啊，这边有个路牌呢，一边就是右边，它是写叫做木板营区，好，木板营区，我们看看这边有个图。好，木板营区，好，木板营区顾名思义是什么？没有错，它就是有一个木栈板，好，你可以搭在木栈板上面，当然不搭也可以搭草皮，好，然后呢，它这边还有烤肉设施，好，这边过去有烤肉设施，好，然后呢，简单的桌椅，甚至你都不带桌椅也可以。那另外这一区呢，也是一个露营区，我们画面看到了，叫做。天穹露营区啊，如果这个字没有念错，叫天穹露营区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这就是南澳农场的一个简介哈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小池子哈。OK， 好，那一边呢，再过去看呢，给大家看看厕所的状况，因为很多人在露营的时候是蛮在乎厕所的哈。那我在网络上看的图片是觉得也是还好啊，并不是特别的。这个豪华型的哈，是简单的哈。好，
那我们这边走过来看看哈。啊，这边有一个算是怎么叫做铁棚区哈，这里呢是下面里面是不可以搭的哈，是不可以搭的哈。那草皮是不能进去的哈。还有羊舍哈，你看看，好，化妆室，好，淋浴间哈，还有羊舍，就是养羊哈。那你车子停在草皮上呢，卸完之后就把它开在马路边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这是男生厕所。好，好，那看得出来它就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是一个不会很特别的脏乱，还可以哈。好，但是毕竟不是五星级的，那卫生纸要自备了哈。好，我看看女生厕所。啊，这边就是有洗手台，好，好，男浴室，这边是男浴室，好，你可以在这边盥洗，好，然后呢，它的浴室呢，也是属于这个造型的，哦，还有热水器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处哈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不是豪华型的，但是在露营来讲，这边是很 OK 的，好，好，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一个农场的配置图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区块木板露营区，好，那我的车是在这边，这边有水有电，然后从那边走过来，好，对，好，这里就是，好，还有这边还有一个热水，你可以接热水，好，这边不用煮开水了，好，对，那像我是习惯自己煮，因为我们有带净水器的水，好，好，那像这个就是木板区在这边了，那你如果搭在树荫底下，啊，就是特别的凉爽，好。那非假日来当然就很舒服了，好，好的，那我想说呢，南澳农场的简介到这边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来的话呢，至少有个概念啊。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的木板区，它的木板跟人家长得不一样哈，其实也好像不是木板咯，啊，是一个类似塑胶地垫的概念，好，它不是传统的木板区。好，先介绍这边，谢谢大家。